原标题，一开始阿拉伯人都联合攻打以色列，为何现在逐渐承认以色列耶路撒冷是世界上一座非常神奇的城市？基督教、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信徒都将这里视为圣地，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也将它作为共有的首都。这是世界历史中是颇为罕见的一幕。耶路撒冷地图伴随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对于耶路撒冷的争抢，巴以冲突这个词语也在最近几十年间频频出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尽管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都是在